亚运男排半决赛落下帷幕，最终中国队3-0击败日本晋级决赛，将与伊朗队争夺冠军。此役中国队的表现比较平稳，张景印更是火力全开，进攻发球都在线，狂砍20分，最终胜利水到渠成。当然这并非是日本队最强阵容，但是中国男排此役在赛场上展现了自己的力量与必胜的决心。中国男排虽然关注度不高，但杀入决赛值得称赞，而场边的球迷也为帅哥们喝彩。我们在人群中还看到了退役的前日本乒乓球名将石川佳纯，石川佳纯此役在现场见证了日本队的惨败。